俊和网红女友的绯闻，直到现在都没有获得正面回应。朴叙俊过往都会直接否认恋情，但这次朴叙俊表示这是私生活，不否认也不承认，让大众感觉朴叙俊是默认恋情了。而女友是百万 YouTuber 金秀妍，她和 Jennie 也是好友，也曾是 IU 的队友，做过歌手。在绯闻爆出两周后，金秀妍在 IG 晒照火辣的男友视角海滩美照，让网友们羡慕推测，这该不会是朴叙俊拍的吧？尤其一张内衣和日光浴认证照，让网友羡慕表示，难怪能抓住朴叙俊的心。媒体更推测两人交往一年以上，金秀妍的 IG 各种火辣美照似乎也没有因为恋爱而改变风格，非常的做自己，很有魅力。即便和朴叙俊的恋情可以说是半公开了，但金秀妍也很低调，没有故意放闪或是回应与恋情相关的留言，让网友粉丝也对她好感倍增。